的世界无奇不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生物奇谈。世界上的生物无穷有趣，许多你没看过但却是致命的动物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看起来可爱但是都是致命和危险的动物。一七四鳗这种动物有它的牙齿就像分级鸡，这种看起来柔柔弱的海洋生物竟然有毒，你一旦被它咬伤会造成巨大的组织损伤，它的喉咙里还有许多别的牙齿，多恐怖。二卡特彼勒毛毛虫，它会变成美丽的狩猎凤蝶。这种毛毛虫与别的毛毛虫不同，看起来更可爱，但却有毒，而且是剧毒。一旦你接触到它，卡特彼勒会向你喷射有毒物质，你还是离它远点吧。三大西洋狼鱼，它有个很伤心的名字，魔鬼鱼。看它那两排牙齿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四黑曼巴蛇，这种蛇是最致命的蛇之一，对人类也不太友好。在毒蛇类中，黑曼巴仅次于眼镜王蛇。五羊头鱼，这种鱼的牙齿和我们的牙齿一样。圣经上说上帝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我们，竟然跟我们的牙齿一样，到底什么来头？六皱纹脸蝙蝠，外形是去韩国做了失败的整形手术吧。你要是看到这种东西，你可能会被他的脸吓到。七巨型食鸟蜘蛛，我们可以从这只蜘蛛的名字猜想到它会干什么。它怎么能吃鸟，以为只吃小虫等之类的动物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请可以关注并在下面评论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本视频元素源于网络，由生物奇谈剪辑配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我们点赞并分享。感谢收看生物奇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